嘿哟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和。今天的影片内容是阿和摄影班。来，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。来，请问这要怎么念呢？志宇秀同学。哦，这个叫未成塔。哦，很好。你想加分吗？想啊。那我们来进阶，这要怎么念呢？笼罩嘛。啊，笼罩是吧？笼罩。对啊，笼罩 ，Are you sure? Yes. 所以你要跟老板说，我要一笼小笼吧。对啊，我都跟老板这样讲的。不认真，扣分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来教导一下那个字念笼，然后看到了没有？要好好学习。来，再来进一个简单的，这要怎么念？哦，是超级一样。你的屁耶，超来，我们来认识这个字，这个字念超领导。哦，没有，老身为老师不能说脏话，所以我要这样，呢？请问要填什么字呢，十九同学？干你！哇，怎么干你的？鼓励你啦！干你娘嘞！哦，塞你！哦，不行，身为老师不能说脏话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到此结束，感谢各位收看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加订阅。好，下回再见，拜拜。